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，爸。爸爸不是不想让你出国，只是觉得应该晚一些。爸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可心呀，你爸爸为了这件事已经烦了很久了，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安排也比较合适。爸，为什么突然要这样决定？主要是考虑到你的身体不大好，年龄又小，现在出去似乎是早了一些。爸，你放心，你让我去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可心啊，还有天丽和天磊，这让你一个人出去留学，爸爸会过意不去的。爸，这一次希望你能理解爸爸啊，留在我身边把高中念完。爸，我求求你，爸，我求求你。可心，你什么也别说了啊，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妈呀，求求你，你跟我爸爸说说，让我去吧。妈呀，乖孩子，你跟他说说，听爸爸的话。妈呀，我求求你跟我爸爸说说，让我去吧。好了，不哭。阿姨，让我去吧。那边，妈妈已经打理好了，有什么需要就吩咐王妈。记住，到了那边给妈妈打电话啊。一峰，一峰。啊。你怎么心不在焉呢？妈妈说的话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啊，出门在外不比在家，要学会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嗯。天丽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录音机？哦，那台录音机啊，我放进行李箱里，收到储藏室了。我带你去拿吧。好。喏，就在那里面。天丽，天丽，你为什么要把门锁上呀？天丽，你快给我开门！天丽，哼，你别傻了，我才不会让你去送一峰呢。天丽，求你把门开开！天丽，把门打开呀！出去给妈妈打电话啊。老张，办下手续。好的。是一峰打来的，爸，哥。有没有人在外面给我开开门呀？有没有人呢？给我开开门。可心，为什么没来送我？我好失望。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，但又怕当着你的面我说不出口，所以你没来也好，我可以大胆的在录音机里留言。可心，我要说的是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不是一般的喜欢。有没有人呢？给我开开门。妈，我走了，你要保重身体。要努力。一峰，一路顺风。一峰哥再见。再见啊。这一峰一走你也真是怪气。妈，我去一下洗手间，你们等等我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吃坏肚子了。哦，那你快点去啊，别让我们等太久啊。
走吧。走了，没见到你，我怎么舍得走呢？你在录音机里的留言，我都听到了，我也留了，和你一样。你要注意身体，好好照顾自己，要听话，记得写信给我。真忙的没有时间给我写信了吗？可心，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？该不会是你的继母一一检查你的信件给你脸色看吧？哎哥，你看这好不好笑啊？她以为她是灰姑娘啊。原来是你把一方哥给我写的信都还给我。我就不把信还给我。还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是真的不知道。我讨厌你，就是因为天生命好，就可以应有尽有，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？这不是我的错。哥，你把信还给我。我的信。这些都是一封写给你的信，要吗？要。那我还给你。你不要撕，你把信还给我。你不要撕，你把信还给我。你不要撕，不要撕。还给你。